真希望不要开刀啊！我真的一听到开刀，我真的傻眼。帮 QQ 余湘泉十字韧带断裂，需开刀拄拐杖过年。你的脚，我十字韧带断裂啊！嗨，可怜的泉泉，大过年的怎么会脚受伤呢？哎，难免的嘛。打球啊，就起跳的时候有人，就我用力的时候有人撞到了膝盖嘛。然后我自己有听到啪嗒啪翻身这样。然后就直接倒下去。这余湘泉上周和朋友打球，当时去诊所看医生，但因没有超音波仪器，隔天才去大医院检查。结果医生一摸就说十字韧带断裂，必须要开刀。我以为他是开玩笑的，结果他跟我讲真的，看我的傻眼。哎，那亚平贼有给你呼呼秀秀吗？好好休息啊，你好，你不要乱跑啊，过年啊，很惨啊，时间休息，干的，光从一楼。走到客厅就对我来讲就已经要走大概五分钟左右了，很难过啊。娱乐动新闻，这搞不好是天给我的一个启示，你知道吗？不一定，对，叫我不要乱跑。报道。